还是喜欢吃包子他不喜欢，包子是我跟另外一个小姐姐交往的时候学的。你这交个女朋友，怎么像拜师似的？因为，小苏啊，就说着轻松是吧？啊，他其实啊，对每一段感情都非常认真，他可不是那种花心的人。小叶，你可以放心，不要误会。这跟我误不误会有什么关系啊，副所长？这你还听不懂吗？副所长的意思是要撮合你们俩。叶生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不算太了解吧？那可以多了解了解啊！我和所长都觉得小苏人不错，是吧，所长？小苏人很不错的。小苏，那你了解叶医生吗？你觉得他怎么样啊？两位所长倒是跟我提了不少，但是见面之后，我发现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哪儿不一样了？我以为叶医生会是那种野蛮女友型的，可能脾气会火爆一点。原来我在你们俩心中是这样的形象。不是，我说实话啊，这个你这次来呀，变化真不小，是吧，所长？是，小叶，你这回来变化真大，开朗了，也爱笑了，有这么明显吗？笑起来不好看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叶医生，我倒是听说谈恋爱会改变一个人，你该不会在偷偷谈恋爱吧？怎么啦？你有意见？这不是怕小苏浪费感情吗？对吧？我不怕，我认为付出感情的过程本身就是在收获，所以不一定非要有结果。小苏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赞同啊，这个感情不是投资啊，不能那么功利。医生，我放假能去找你玩吗？可以啊。他不一定有时间的。好，那我提前给你发微信。其实，小洛，你要不是再吃个肉呢？不用了，副所长，刚吃半个已经够腻了，您多吃点吧。腻啊？那吃点黄瓜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还腻不腻？要不要给你拿一点醋？你吃包子配醋啊？不是看你喜欢吗？我一般解腻喜欢吃点甜的。小苏，我来帮你吧。啊，不用，谢谢你啊，耽误你的休息时间给我看存稿。你不是说这是给老读者的特别福利吗？能提前看到后面的章节。我是开玩笑的。我觉得这个福利特别好，我会认真对待，提供自己的意见。辛苦了，今天晚上我请客。好啊。小朋友，你在看什么呀？你在写什么？啊，我在写少儿不宜的东西。哦。小朋友，你这样看着我写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你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吗？好好，别打扰别人，来，快回来。乖，这边玩。好可爱呀。爸爸玩啊。是啊。小朋友，你这样看着我写不出来。你不用管他，他不认识几个字儿。这不是认不认识几个字的问题，
那他在那玩有什么问题？ 玩去，走，来，慢慢走，慢点啊，走。你去其他地方玩，来。你跟他们说了什么？我跟他说我们在做成人用品的企划案，有图片的。<笑>真有你的！难得休息日还要写稿，不能被打扰了，加油吧。 没想到讨厌村还挺舒服的。主要是漂亮。哎，对了，我昨天被狗追着跑进水沟里的事儿，你可别跟院长和叶医生说啊。啊，我已经说了。这嘴要不要这么快？我的嘴菜快也没有你跑得快吧？当时我只看到一道白光闪过，然后噌的一下从水里冒出来一个美女，我还寻思是谁家的仙女下凡了呢。净胡说八道。 不过说真的，下次你要是再碰到狗冲你叫，你千万别跑，你越跑它越来劲。牵着狗绳的我又不怕。那你真棒。行吧，那等你有时间再过来玩吧。下次你过来，我带你摘野果子去。你还要在这儿待多久？没定呢。嗯，我想多待着。好，那微信联系。拜拜。仙女，拜拜。拜拜。 这全都是要给我们带走的。是啊，哎，这些地瓜和土豆啊，放得住，可以吃很长时间呢。这青菜可就留不住了，这两天就得吃完。你们俩回去分一下。所长，这也太多了吧？不多，反正是开车回去嘛。什么？你们到超市花钱买了？哎啊啊！这个药酒啊，也是才开方内坛的。你们俩呀，少点点外卖，多做做饭，很快就吃完了。 这两箱是什么呀？啊，一个是花瓶，还有一套餐具，是我让小苏啊从网上买来送你的，一定注意轻拿轻放啊。对，一定要轻拿轻放。那，手机袋。你们买这些做什么？送给你新房的礼物啊。我还没有买房，要搬新家啊。等你买了房搬新家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能去，所以就先把礼物送了。那我要是买房搬了新家，你们一定得来，不然我还给你们退款。 来来来，我们一定来啊！行，小苏，帮忙搬上车去。好嘞。现在想想，我在唐安村这半年收获真是太多了，所长和副所长都对我很好，我在这儿做起了全科医生，学到了不少东西，还学会了针灸，在这儿还养鸡。 养羊，真是太有意思。你能这么积极想问题，我还挺欣慰的。我男朋友乐观，我也不能输啊。那要我说，你在桃渊村最重要的收获难道不是我吗？你不是收获，你是上天的恩赐。你这嘴是抹了蜜了是吗？主要是我男朋友太会说了，我也要进步啊。何止进步啊，这是超越了。 那我往回收一收，那倒不用，保持就行了。嗯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是这样。你这么一说吧，我觉得真的有这种可能啊，是吧？对，他们两个人之前就认识，然后院长又是点名了叶生做助理，你说这两个人朝夕相处的，而且我特意观察过他们的眼神，非常的不一般。 曾上，你跟他们两个一起来的，你有没有看到了什么？起太早了，我一路上都在睡觉。你就编吧，那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回呀？他们出发晚，我想早点到家。我的天哪，他们就觉得。